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。一级我们学 Q 技能，这把中单是蓝刀，上单是鳄鱼，下路这边的话是一个猫咪跟一个 EZ 的，前期我们可以稍微多去抓下路，要限制一下对面猫咪才行。打野的话应该是正常的话，他会选择小鸡开红 buff 刷青蛙去升三级的。正常升三级，钻粉一次，钻粉一次，一次顶就是相当于双倍的呀。你不是有钻粉吗？就相当于双倍的，打个闪现就好了。哇，这个EZ有点牛啊，真的。这EZ是真厉害，针对他，这把就无脑抓下路就好了，真的，不要想其他的，就抓下路。然后上次不是打了九把吗？打了十一把好像，输两把补了一把，本来应该赢八把，算上输的是十多把，赢了九把我记得。哦，给你补了两把，本来应该补一把的是吧？赢了十把，因为看你还有剩一把送战士的。对，输了两把，赢了十把，我记得。看你这一把上撞死了。这 EZ 高手的小带的，要就是个陪王，咱们抓下路就好了。得去舞蹈抓下路才行。打你们号也是一样的，输两把会补一把的。不管打什么段位，就像打钻石大师都是一样的，输两把帮你们补一把，安全感给你们拉满。他好像卡了。玩好蜘蛛的话呢非常简单，把 E 技能放好就好，人前 E 啊，你 E 的越准你胜率越高。先 Q 一下，远程撇 Q 一下，把这件事直接就好了 ，Q 直接斩杀的。把这视野排一下，我们再蹲一下 EZ。听，他没有蓝了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的快乐也许脚本好像脚本，这个是脚本吗？我翻译它就动了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脚本，你们觉得它是不是？我不敢说，我怕你们骂我。我一翻译它就动了，它本来是走直线的，然后翻译它往侧面走了一下，反应太快了，带电啊，带电，一定是带电。抓带电，兄弟们，这一把补的话是打你的号输了两把就会补一把，是这样子的。就不管你们是钻石大师、青铜、白银、黑铁，只要输了两把就会赢一把。
就来下午就好了。直播抓带电的时候到了兄弟，周选了一刀带电身上，然后直接摸摸，我让你带电带电啊，摸一下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，破坏游戏生态平衡。先直接摸，再 Q 一下，再摸，再摸，再摸，再 Q 一下，好，先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漂亮，破坏游戏生态平衡。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、零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不好去了，杀后面的猫咪就好了，不急。先打 BQQ， 摸摸，再摸，再摸，再摸。OK， 一起还不急，先走。在这里哦，笨蛋。我不是代练啊，我只是上号给随门表示一下这个段位该怎么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代练啊，只是赢两把，两把做不了什么事情不算代练。我没有说给你打到什么段位，两把的话你的号最多打到什么段位，最多加几十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那个影响生态平衡。我再继续来一波下路，抓带电的时候到了兄弟们。我的天，随便 Q 一下摸一下，管理带电带电还带电啊，带电砍进去，我让你带电啊，带电啊，最讨厌你这种人了，影响游戏平衡。把这个狼拿一下，拿完狼继续抓下路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快快，快快快来快来！还座椅，阴险狡诈之徒！哇，直接一上来摸，一起来杀兄弟们，摸一下接 Q 啊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 E， 拿兄弟拿。来，继续继续，一二三四，再来一次。漂亮，耶！还挡 Q， 挡 Q， 挡 Q 啊，挡 Q！ 我让你嚣张，让你嚣张，我让你牛，让你牛，让你皮，让你皮啊，让你做小代啊！那我遇到你了啊，走走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先回家先回家。拉一拉线，乌鸦之祸魔法书眼睛走。那你高手啊，高手走位。猫咪快来做眼啊，宝贝！快来哟、哦！快来玩呀、啊！快来玩呀、啊！哇，你这反应好快啊！你高手啊！我的天！我的天啊，这反应好快、啊！我的天老爷！哎咦，就你有反应是不是啊？就你有反应，好快的反应啊！啊，让你反应这么快，反应快，反应快啊！厉害啊，真厉害这个人！我真正的雷。嗯，当小戴。高级反应，
哎，扫描扫描扫描扫，这里有眼了，扫过了没有？我的天哪，看你牛，还牛 ，A 他，漂亮，射他 ，biu biu biu， 继续操作，打起来，啪啪啪，哇，爽！猫咪拿了1000块，直接撞马了。他猫咪快6级了，但是我要出重伤吗？你们说？继续走。这个武器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一直在欺负我们家上单，都4-0了，你还推二他？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不知道恶猪组合的厉害。还拆，还拆，还拆啊！跑，跑！对，不是脚本，他预感有人在的。对，是的，他是高手，他带电。不然我为什么一直抓他呢？因为他是带电，这不针对一下，不抓他个20-30次，不然他还会上瘾的。这个游戏这边 QA 一下，这边 WQ 直接带走，直接帮他借玩意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叫借玩意呢？这帮他借玩意，来，再帮 EJ 借玩意，让他爽。推，小戴去哪里了？我只要全图锁对面的 EJ，EJ 这敢出来我就弄他。啊，被发现了！就让这大雨一直狂下，他不会挂机了吧？好，直接退游戏的，小戴退游戏的，可以的。